今天有别于以往，是一个非常生活感的短片。身为社畜的我们，今天非常有荣幸的被大直 ATT for Recharge 邀请参加他们的赞叹生活节。赞叹一下。逗我妈近视吗？不然呢？怀疑啊。我最不会走这个了啦！我上次来真的就梦寐以求，就在这边玩。这可以做什么呢？它会反应？它会跟我互动吗？这样吗？我喜欢鱼咬我的脚皮。我吗？我想要脚皮。我可以骑它吗？我可以骑海狗吗？我可以骑海狗吗？海狗，你要带我去哪里？哎，它真的有跟着你哎！靠，没事，我在跟它哦。快看它！什么？大家跑哦，大家跑哦，快避开镜头！哎，我的裤子要掉了，我是北极熊内裤。你的商品，谢谢。东西倒了，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是痴汉，头发断了。我们今天这样走，很像来巡视贵位，很像是这一层楼的楼管，而且大家都是避开我们，真的。老板，伟大的市场。没有，我就一点都没有。你还摆、哎哎？你还摆啊？不能露脸。我真的适合哎。真的吗？这可以吃的。谢谢。纯正扎果。这是哦，好忙哦。好喝哎。那我要点这个啦。我想点甜美好哎。那你们两个先点一杯好不好？我们俩先点一杯。对啊。哦、好。然后所以一起喝一杯是不是？对啊。等下想到你再点另外一杯不行吗？他喝奶茶好呢。还是一些比较健康的系列，是不是？是一些比较健康的系列啊。水果茶系列是不是？好，我点奶茶。好喝哎！怎么样会一直卡痰？你那是奶茶吗？鲜奶。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喜欢拿水壶当主题啊？Under the sea。七楼。滑冰世界。现在水里会滑冰吗？我们等一下就会跟他们那些人一样啊。看到没有？你说荧幕上的应该是不会一样的。我上次溜的时候大概是5年前吧。今天整段拍摄里面这段我最紧张了，真的紧张。我是真的会摔死，不是在骗你。哎，绑那么紧是正常的吗？我觉得协议好像不能循环了，等下会截肢。这个请不要松动，不要。对，因为它这个很明显。哎，妹妹很聪明哦。我叫你穿眼镜护肘。啊！好好玩哦。不好玩。会很滑吗？先扶的，它会滑。哇！先走，用走的。哎，先走，先不要滑。哎，对。这东西好羞耻啊！走，不要重心在往前。深蹲。尾蹲，屁股会坐下去。然后像你走路会抬起来。好像在复健哦。会这样抬。这样走。嘿。我的手要怎么摆啊？手太压了，没有了。本来想要创造这种恋爱的体验，但好像没办法。这可以说是失恋啊。你愿意牵着我的手前进吗？没有。对，有点速度。教练，教练，我没有你不行哎。我们来看一下会互相陷害。好，来。很烂。我现在是四驱车，你知道吗？哦。太浮夸了吧！这个什么时尚大片？你们刚刚那个帅哥，安安，安安，他们雷呢？你再不回我，我就要追你哦。对，男生问他，他不会回。你问他 ，Hello Hello， 就回。这什么木马情缘啊？
我想这段时间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专注力都放在他身上，我只能出现在那种情况下当当小丑。你不要这样，我要真的哭出来，等我一下。可是我真的可以哭哎，我就是应该要角逐奥斯卡金马奖。我的防晒油掉进我眼睛里，我现在很辣。我想玩，我想玩，拜托让我玩叉叉。你智商其实跟他们差不多吧？我们智商比较低。到了，用餐喽。今天到哪里？一般地。开心吗？开心。都 happy。只要不是我们自己出糗都开心。都开心。我们今天中午要来吃一番地，它是一间寿喜烧，然后桌上有很多的肉品。我们一一来介绍哈。刚刚店长一一帮我们解释了哈，可是我们现在是测验时间了。对，所以我们有准备一个小抄。双酱牛、雪花牛，忘记了。就是很多高级的猪跟牛耶。Yeah, 好，直接吃了不啰嗦。店长可以帮我服务吗？我最傲娇了。开始会先炒一下洋葱，是增加它的鲜甜味。我记得我好像以前都直接把它丢到里面。是蛋花汤。你先给他，你先给他。就沾，直接沾取蘸汁。对，都是给我先吃，这样会蛮顺，蛮嫩口的。店长，店长，店长，想要怎样？店长，你找爱家。服务人员态度很差哎，翻麦啦，切记。切记，叫啊！嘿，切记，新报告。新报告台语谁会啊？粉丝问说，为什么就是不做街坊要做这个？不做街坊要做这个？对啊，不做街坊要做这个。我们是不受拘束的。这个比较轻松啊，我们做街坊要在那边晒太阳，这个我们就坐在那边吃吃肉啊，就是 ATT 邀请，好爽啊。那你有想要再接什么吗？我最近有在玩一款某手游啦，剑与叉叉是。你说叉叉远征？你有在玩手游吗？真的假的？你玩什么？传说对决。我有玩，你有骂，你要不要加我啊？你 A 牌，他很凶。A 牌是最厉害的吗 ？B 而已啊。重点是我们的旁白哥，他花了16000块在剑与叉叉。他氪金战士。现在吃饱饭，很想睡觉，然后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些商节的活动。我要洗头，因为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些。名媛级的电影首映，你给大家看一下你的额头多高？我额头都没怎样，好不好？就是正常的额头啊。这样不算高。你要多近？你要多近？Motivation in ATT for recharge。够了，不要那么洋派。那你来这个吗？洗头。我是从来没有看过百货公司里面有洗头发的地方。真的吗？哦，好像是哎。哎，你好。哎，很可爱哦。他需要一些洗头的服务。对，好，那你可以帮我洗头吗 ？Echo，Echo， 你有女朋友吗？我放开，好，很好。哇，有 VIP room 哎！天哪，真的！天哪，我的天哪！你觉得他发质怎么样？那你知道他称赞你？你不要这样！哎，那我现在整个背都是汗，然后很少。那你要脱外套？不行啊，脱外套我肚子会炸出来。好，我已经看到了。好，是不用了，不用摸他。哎，这个角度超丑的。哎，还会戴眼罩哎！老板，我看不到。你想对我做什么，老板？他为什么要热热的、啊？那我们要让眼压按摩一下眼睛，这样哦，降眼压。哎、欸，是老板帮我洗头哎、欸。对啊，你好意思啊？等一下老板会帮他吹吗？会帮我吹吗？你们看我就是有点反应。哎、欸，谁都没有礼貌来打我的器官。他这边在充电嘛？对，来表现舒服的程度，那就是到最舒服的程度。啊，老板，我是说，就是如果啊，老板是觉得我很健谈，他不想理你，继续吹吧，我要先去按摩，好，你先去按摩哈，我当然就跟上，等我吹，拜拜拜拜，我们好，我们到了我们按摩区域了，我就很喜欢偏门，你等一下做完之后就可以变得跟蔡依林一样。这是什么概念？哇，我感受到那个按脚底的东西了。
他这样是小腿肚膝盖大腿、哦、那我们现在按小腿好啊脚往后面这样他连后脚跟都抓得到哇哦眼镜要拿起来眼镜要拿起来好的對對對那我要放哪那你帮我保管一下哦开始了开始其他人夹起来会更差一点哦我会很轻啊哦这一台机器做到最后变成一个帅哥你希望他是谁金城武吧对哦哇啊啊真的跟外面的不会差很多哎、欸因为那个力道好像跟真人按的，对，人工。那你有觉得你变蔡依林吗？但是没有啊。要吹多久？不是要上演我跟你巧遇的情节吗？为什么今天这么乱入？要进行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到外面的餐车区享受一下午后的时光。我们要到花园里面呢，再去别的花店，去花园喝茶。好丑，宫崎骏的画风。灯不能开，只是个幌子。还是要爬进去。哦。老板，你卖什么？我们男人呢、啊？那如果哈哈台街坊不干了，你要干？外面有很多的餐车，有什么卤味啊、饮料啊、鸡蛋仔等等。现在吃冰淇淋吧。嗨！他一进来就大笑。这个也。这个是百香果的，太掉了。来，这个方便。好啊，我们家你们认识我们吗？哦，我跟你说，你这一集整个效果就在这里，不然你 C 位在那被我串位。好，就榴莲的，可以压飞机吃啊。好哦，你是不是像这样讲可以双手这样？手不用碰到，你怕不会？跟你说，我最爱吃鸡蛋仔。真的吗？真的。请我们喝茶吗？谢谢。不要这样啊！谢谢。干奶茶了啦。耶！谢谢。是要竞选是吗？人家女生不能乱摸。女生不能乱摸，你有道德底线。对，我有点道德底线。好，我要自拍了。今天的主题是阿 Ken 来吃鸡蛋仔。快点，三秒捡起来吃。不用吧。等下帮我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吃起来一样。在港式小吃前面吃。今天只有由你来做，嗯，因为你今天戏份太少，大家会真的觉得我想要串 C 位的这个意图太明显。你那已经串位成功了，我刚才去鸡站仔都没有人拍我，对啊，没有人要理你。我觉得这边很亲民啊，不会像信义区那些百货公司啊，很有距离感。这一次赞叹生活节吃的东西很多，中午去吃寿喜烧。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喝了一些饮料，我们可以就是只要吃东西就拿到一样的回馈，所以一般的百货都没有，都是要买一些贵贵的东西，像我们这种社会的底层。今天的行程是非常棒，因为我们每一个柜员，然后男生我喜欢，我都可以摸他们的手。好，那我再问一次，黄色的教练啊，溜冰床教练，然后白马王子店长，还有最后的那一个餐车的那个黑色衣服的港式小吃的那个。如果论外表，我还是会选冰宫的那个黄色衣服男生。那如果论要长期交往的话，我会跟那个 motivation 的老板。但是你知道他肚子很大吗？哎，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啊？到10月31日。赶快把握你们机会哦！即日起到10月31日有这个赞叹生活节的活动，没错，3000送300，满5000送500，就在 ATT for Recharge。Original.